喂，这些人从来都没有机会告诉外界有关于他们的故事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由个人物品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在他们被送进维拉的精神病院以前，我们很少有机会来重建他们的生活。哥，这里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赫拉拉，诺诺，你敢把你哥扯进来？你让爸爸毁了他。我们以前就已经吵过这件事情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没准备好要结婚，尤其是嫁给詹姆士。但是我的感受呢？放松放松，得到素养你好。不要放开我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看似正常人突然犯下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，性格使然，还是出于潜在他们深处已久的人格特质呢？你怎么想的，子东同学？不好意思，问题是什么？是那个同学。我想我们可以请依稀的妈妈来跟我们讲一下她的犯罪想法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哎。他妈妈拿枪射杀他的睡觉爸爸。你唯一要重新来过的就是你的工作，不要你再和我男朋友一起工作。难道赫拉拉会因为父母不认同他的爱而精神异常吗？不是的，我想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